还是蛮辛苦的。那我昨天大概睡了五个半小时，结果后来听说有人说台子只睡了四个多小时，不到五点就起来，我说感谢主，还有人比我们煎熬的。无论什么理由，我们就是存着感恩的心。那现在我英文不要看了，因为我的英文是很烂的，不是古巴什么烂，就是很烂。英文是在印度那里操练出来的。真的，我1997年被选出来做什么亚洲金星的联会的宣教布道组的召集人，结果只有我一个人。然后也1998年3月到印度的那个哈里的首都叫做什么城啊，在那里50万人在山上，然后呢开会，然后有英国的，有纽西兰的，澳洲的，香港的，泰国的，新加坡的，这些人一起开会，那个话都实在是我搞不定。然后就讲话讲讲，然后说 anyone second， 我就举手了，因为我家我是太阳岛的。后来他晓得开会的时候说 anyone second， 意思是有没有人复议。anyone second， 现在我懂了。anyone second， no， first point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个星期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吗？这段在历史上是挺有名，而且它其实有很多的前因和后果啊，而且是看到约瑟的修养啊。不过我还是要先说明一下，我名英文名字叫约瑟，但不是这个约瑟。你说你不喜欢他，我说不是不喜欢他，上帝量给我的是另外一个约瑟。圣经里边有17个约瑟，无论你知道几个，反正有17个。然后我是使徒行传1章23节的那个约瑟，那里的前因后果就是犹大上吊死了，然后门徒就从门徒中间再找两个人出来抽签，一个是叫马提亚，一个叫约瑟。后来娶了马提亚，补了犹大的位，约瑟呢从此以后就不见。我是那个约瑟，好吗？请各位记得，我不是那个约瑟，不是这个约瑟，是这个约瑟。后就一个 ，Peter 有一个 ，John 就两个，是吧？约瑟17个，记得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请。
他们每一个人都跟神灵有不同的经验，乃至于他们生命的经历里面，就看到即或他们有一些会暂时离开，或是因为环境兴起使他们被受逼迫，但是主你是永远那一位信实的主。而从2000多个案子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些人跟神灵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的属灵光景改变，乃至于到最后他们终于再一次将神灵的荣耀归给耶和华神。我们就知道主你是又真又活又值得我们全然依靠的神。看到约瑟，我们能看到神你在他生命里头所播撒的是一般的奇遇，但也不是偶然就能得着的，甚至神你还借着他一些个性的特别，乃至于让他经历到这一些惊险，最后还是叫你的名得了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二枚腰，这是中文。那什么叫二枚腰？这是 two back bone， 两条脊椎。究竟是什么回事情？他在Google 去搜寻，然后呢给他 definition， 就是说，对于拥有坚强的韧性，即使面对极为不利的形势，仍然可以临危不乱。奋战到底，最后总能取得胜利的人，日本人称之为二枚腰。这一次的湖人不是湖人队，是火箭队在赛后的，好像还输不是吗？如果火箭队可以连输4场，然后再赢个不连输3场再赢4场，那就是二枚腰。OK， 这个术语源自于相扑，意思是。拥有两个腰，很难被对手把它扳倒。在相扑里边，就是你把这个人扳倒，或者把他推到圈子外面，你就是赢了。而人若是拥有两枚腰，就立于不败之地，何况是你如果拥有4枚腰，可能吗？这些都是最少150公斤以上。我们中间比较瘦小的孩子或是姐妹，他一个顶得了4个以上，他吃饭都是用一个饭锅来吃的。这些人，你看他们走的这个圈，我觉得让我男生来看，他们一点都没有所谓的心理疾病啊，那么肥，可是日本女孩听说很多都疯狂的，这个虽然比较瘦，但他很结实，他们是撒什么呢？撒盐，你看，这个被搬出去了，这个被摔倒了，后来有从夏威夷去的，后来又有从蒙古去的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强，最近还有从匈牙利去的，这个就是匈牙利的，结果呢？把他们的大官都横走了，日本人说不玩了，都是外国人在玩，我们自己不玩了。你看，我们台湾有一位林海峰，他是下围棋的，他一向有二枚腰之尊称，他总是在困局中冷静一顿，已经连输3盘，再输一盘就没了，因为是7盘4胜。胜4盘就是赢，但是呢，他在总是在最后连胜4盘，然后把对手打倒，所以他拿了好多本银方啊、棋圣啊，还有什么什么的那些那些头衔。后来他回到台湾来，也开始指挥，在指导一些年轻的孩子。他年轻大概30岁左右就已经成名，而且在台湾曾经跟台湾的围棋高手下棋，然后差不多都是打赢的，现在他年纪已经也70了。OK， 所向披靡，更令人
那比手将拼命更令人感人的圣歌是什么？有人像军队打遍天下不比手，这人像扫罗，他比百姓高一个头。扫罗称王之前未经大难的洗礼，当他遇见哥利亚的时候才显出来他自己的渺小，对吧？圣经里面讲扫罗的时候是他是在民中高一个头啊，像特立集群，可是等到他碰到哥利亚才发现他根本就是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自己的小圈圈里边，比如说啦，你要教你们的孩子，即使他在他的班上第一名，要谦卑，不是？你不过是班上几十个人的第一名，有什么了不起？隔壁班的说不定比你更高明。那你说，他是全年级的第一名，哇，不错吧？全校还全年级的第一名，别的学校也有同年级啊，你跟人家的第一名比，就不一定比人家强啊。话说回来，这年头比谁强比谁弱，不是在同年级里面比的，是什么？在整个社会里面是纵向的，你就是一个十八岁的跟一个八十一岁的比啊，输赢输了就输了，八十一岁的他老经验他可能会胜过你，但是十八岁的也有可能翻盘，为什么？我就等看谁耗了久。几年前美国有一个州，说有一个老人家活了一百多岁，哇，记者跟他访问说，你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呀？他讲讲讲，有一个记者问这个问题了，他说你活了这么久，现在你觉得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？结果他呢说出心里的话，他说我最后一个敌人上个礼拜死了。如果你活了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，没什么意义。 OK， 所以我们不要自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扫罗，他以为自己了不起，等到你碰到你环境中的哥利亚，你才晓得现在你所要依靠的不是自己。后来我们都晓得大卫王怎么样，赢了嘛。而大卫王是靠什么？不是靠扫罗的盔甲刀剑，是靠什么？一个小石头。但是不要忘记他是有预备的，他预备几个石头？五颗。用了几个？一颗。如果他有信心，难道不能只用一颗吗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要有纵深，有宽度，有保留，然后呢挂到口中稍微听一听。也有人是或行武，是历经挫败到了山穷水尽才见于蓝黄林的一生。大卫在称王之前受过许多苦难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引为炼金，耶和华的话熬炼你，是吧？如为炼金，耶和华的话熬炼你人性。这个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啊，我只是让你们各位再秀一下啊。我听说刚才好多人都说，哦，那如果许可的话，我可以做麦子，而且我要做冬麦。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个专门在翻译外国基督教文学的，叫做何晓东牧师，还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？不在了，何晓东。那么他在教会牧会的时候，他就按照书卷一卷一卷的查，查到后来他就宣布说，下个礼拜的查经祷告会我们要开始查约伯记。结果呢，查约伯记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经常都来的一个弟兄，从约伯记开始就没来，而且呢礼拜天他想问他你怎么没来，他总是坐到后面，然后一闪会噼就走了。有一次他被他赶到了，说弟兄你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那么快，我有个问题要问你。那弟兄就低着头说，你要问什么？我大概知道你要问什么。问我说为什么祷告会都没来。那这样为什么？他说牧师，老实跟你说吧，因为你说要查约伯记，我想约伯的事情我最好不懂。
免得我懂了以后我就变成另外一个约伯。所以没来，不查嘛，我不看嘛，然后我就过我的日子。何小龙公司就跟他说：“哎，傻子，你配不配做约伯，那还要看上帝呢，不是你自己做决定，是吧？”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做进行了220个教会的总干事啊，不好做。吵架的时候，你两头不是人，你要劝他，然后他跟他又不见面，所以你就去听他说。说完以后呢，我就过来听他说。他说的时候，我就听他说话。那等到我面对他，又听他说话，所以对方都以为我是对方来的。等他们和好了，不理我了。等他们在猜我了，我也不被理，为什么？你是你没搞好，我们猜的。可是，常常也有牧会的比较年轻的30几、40几、50的，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诉：“哎呀，这个位置真不好做呀！哎呀，真的是这些人在那里搞啊！哎呀，那些执事啊，那些长老啊，那些什么什么的。”哦，是啊，真的为难你了。哎，我跟你有一个想法，我跟你一个建议好不好？那是什么建议呢？我们两个位置换一换。啊，不，我还是回去看我的公司。OK， 你看看这个，啊，北方人有此一说，你都知道吧？京东卖盖三成倍，来年整个馒头税。各位，再往下面看，下面这一段，我希望他接着可以放出来。没有，这个各位也看过了，因为偶尔我在不同地方很久没去，我各位讲一些，把别的材料放过来。好，看扫罗和大卫，大卫更像是中脉，连新约中的扫罗，在遇见了他生命中的巨人主耶稣之前，他不可一世，而当他降服在主之后，他也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。约瑟何尝不是？正合了古人说的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。啊，那么这段话，这是这一个。不晓得能不能放出来，影片里面有这一段，在我那个档案里面，那个档案的 file 里面，档案的 file 里面，要从那个可以 enlarge 吗？在右边第一个黑孔的插孔。Thank you.
比如说佛教里边在曾经提过说有两个人，他们这个故事也蛮精彩的。我说过了，昨天我也说过要尊重别人的信仰，如果他是异教徒，是因为他被那个信仰掳掠了，结果他是很敬虔的在那个信仰里面，我们仍然要让他知道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的名可以叫人靠着得救。那是我这些年来在印度教、回教、佛教地区跑了，然后一个很深的体会啊。我感谢神，可是我也惶恐战惊。我可能是少数的华人里边，曾经为西藏人、为不丹人、为印度人、为孟加拉人，然后是为印度教、密宗佛教跟回教徒施过浸的人，而且回教徒在我手里受浸的大概有100个以上。有宣教士告诉我，他说他在沙特阿拉伯那边，北也门还是哪里，他曾经在那里有20年、30年。但是他说我在那里下那么多功夫，我带领信主的试镜的，他说我两个手指头都指到够算。看看他们所付的代价，所结的果子虽然看似很少，但是那一个都是神眼中的宝。那么佛教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听听也不妨。说有两个修道者要往西去，听说释迦牟尼在某个地方设了一个法场，法场有两个，一个是枪毙人的，一个就是讲经说法的地方。那么他们两个人呢是朋友，又是修道的伙伴，哇，就很宝贝哦，然后就想去了。结果你想什么？到了一个地方，沙漠，然后他们两个人都快渴死了。然后呢，竟然在一种快渴死之前，看到前面有一小滩水，两个人马上趴过去就要喝那个水，可是没想到是一趴下去，有一看里面有小虫。而且看着那个小虫是灭不掉，你要解你的渴，你那个水一喝，你那小虫就被你吞进去了。他一看里面有生物，他就不喝了。另外一个说还不喝，赶快喝，喝完了我们赶路啊，那个还有2天的时间，我们如果现在喝了有体力，带一点水再走，我们就可以去那里听释迦牟尼自己的讲法。哇，多宝贝啊！结果那个又说不喝，结果两个人还继续往前走，结果这个人不喝的就趴下来就死了，就没了。但事情没了，他继续往前走，终于到了，哇，历经许多的风霜雪雨啊，最后到了那个地，看到那个场面啊，哇，他心都开了。然后他觉得能够听到释迦牟尼一段讲经还真是毕生难得啊。可是没想到释迦牟尼讲着讲着讲着，然后呢忽然就指着他，怎么会指我，是我，是你啊。然后呢释迦牟尼又指着旁边那个108行是吧，那个罗汉里面的一个，你指，你认识他吗？啊，再一看，不就是在路上趴下来那个吗？怎么他现在在台上？那个道理，哎，基督徒听了有没有什么感觉？哦，没有感觉。可是从修道的立场来看，他听一篇道，其实他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台上的人，成为释迦牟尼自己的门徒嘛。不过啊，讲释迦牟尼，昨天有一段话没讲。他跟耶稣有分量，应该让他跟耶稣比一比。怎么说呢？有一回在印度有一个寡妇，他的儿子不然一场疾病死了，但是家里人要把他
尸体送出去死，去葬火葬，这个话都不准。他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做最后一番的努力，我一定，因为听说释迦牟尼就在我们附近的哪个地方，在山上那里，在那里啊弘法讲经，我想他一定有办法，所以他就跑到山上去哭啊求啊，说你一定要救我的孩子啊，我是寡妇，然后我的儿子竟然现在要死了，哎呀我怎么活下去啊，你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复活。哎，释迦牟尼一口就答应了。哇，这个寡妇好开心哦。那答应了，那你要告诉我用什么方法。他说我给你这个一副帖子，药帖子，你这样去抓药，可是需要有一个很特别的药引子啊，没有这个引子呢，就好像枪炮没有引信，你打不开你就发射不了一样。他说那你要我什么，他说你要去找到任何人家里去要，要一小把的芝麻粒。哎，芝麻粒谁家里都有，很简单。释迦牟尼就说不不不不，这个芝麻粒是必须那一家人没有死过人的，你跟他要来做药引子，掺在一起，这副药就有效。你晓得吧？那个老太太兴冲冲的从山上下来，然后挨家挨户的一条街一条街的，从第一家开始，你们家里有芝麻？有，你们家里死过人吗？你咒咒我呀，谁家没死人？你知道吧，一条街一条街，到最后他腿都软了，他回到释迦牟尼面前说佛陀呀，我找不到这样的家，说没死过人啊。释迦牟尼说就是啊，生死乃是平常事，可是相对的我们圣经里面就讲了，有一个寡妇有没有，也死了个孩子咯，然后呢全家人哭啊，然后把他抬出去要去埋的时候啊，耶稣来了就把他拦下来了，有没有？他们说不定你都死了，我们要抬去埋啊，再不然会发臭啊。耶稣怎么说？他不是死了，他是睡了，我要跟他欢喜。还有一个雅鲁，他的儿子也是死了，然后停在楼上，有没有？他大家那里哭哭闹闹的，结果呢耶稣把他们赶走，叫耶稣进去叫他起来，就起来了。同样的是一个盼望，但是佛教其实给的是失望加上绝望，但是我们耶稣基督所给我们什么，即使在软弱的当中他仍然给我们希望。而且啊，中国人老祖宗孟子都知道，天将降大任在你的身上，他会操练你的，哦，你大会操练到精壮、精瘦，然后是合一的地步，神就用你了。你放心，那时候你就会成为动脉，但你要先预备你的心。哇，明白，你们当称颂和神啊！这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，我跳过去。啊，神啊，你真熬练我们啊！用车压我们。好，神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在场，你眼睛看见你的教师，你若像处不像，又不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约瑟的一生。约瑟的一生大概分成四个阶段啊，第一是穿彩衣被弟兄出卖钱，第二是被卖到埃及，在法老王护卫长波提法家当总管家务，直到被波提法之妻色诱诬告而下监。啊，第三与度过艰苦的岁月，终因解梦而出监，并当了埃及丞相。第四因七个丰年存粮，和乃度过七年的灾期，并与家人在埃及团圆。啊，我们来看第一，这个是谁？这是以撒，啊，雅各在哪里？在屋子里面，在帐篷里，个性不一样。而他们是谁？
一个是约瑟的大伯父，一个是约瑟的父亲。然后我们也晓得这档事情，圣经有记载下来，我相信雅各也会跟他的孩子们说他过去这一段，无论是糗事，或是因为他为了要得长子的名分，然后呢向他的哥哥用红豆汤然后买了这一个名分啊。那么他也骗了他的父亲，骗了他的哥哥，而且是什么，跟他的母亲合伙一起骗的，对不对？这些我们都晓得，我都不多说了啊。你看他还说，我声音不像啊，还有我衣服不像啊，我还有我的那个身上没毛啊，我哥哥有毛。后来他妈妈就想办法，后来爸爸也听出来了，他说声音是弟弟的声音，可是一摸却是哥哥，就给他祝福了。好，然后他就逃亡啊，然后在露丝躺下来睡觉，后来那个地方取名叫什么，伯特利。然后呢他终于找到了舅舅拉班的家，然后呢他舅舅十次更改他的工匠，对不对？后来上帝恩待他，因为他跟舅舅说好了，凡是黑的白的纯的纯色的都归你，有斑有点的都归我，那我就帮你来牧养。没想到什么，后来什么有斑有点的都很肥啊，没斑没点的很瘦，他就等于也是回头骗了他的岳父。后来他趁岳父带工人去剪羊毛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，他卷逃，全家都跑，然后呢还带着妻子四个连小老那个妾，还有呢十几个孩子，还有所有的家当都走了。等到他岳父拉班回来才知道女婿已经跑了，就从后面追。但是在追到了之前一天晚上，上帝向拉班显现说什么，你遇到我的仆人的时候，你不要向他说好说歹，然后你要对他客气一点，免得我对你不客气。结果呢他追到了以后呢，他说你走就算了，你难道不让我抱抱我的女儿我的孙子吗？何况你竟然把我全家的偶像全部拿走了，我一定要算这个账。约瑟说什么，谁拿你，不是雅各，谁拿你的偶像，这个人该死。后来有没有找到，没找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到了他女儿是谁啊，拉杰的帐篷里边的时候，拉杰坐在一个篓子上面，他说爸爸，女儿最近身体不方便，那个来了，那个红屋来了，所以我不能起身了，哦，对不起。结果他收遍了里面就是没有，为什么，偶像在他屁股下面。就是这样，这件事情一直遇到什么雅伯和渡口的地方，雅各把所有的先遣的一批一批的过去了，他留在后面，还有呢他所爱的妻子还有孩子约瑟就在这里。然后呢那个晚上天使来跟雅各摔跤，这件事情别人不晓得，约瑟知道啊。所以到后来他甚至见到他的哥哥带着400精兵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其实想把他掳过去的，但他因为前面一批一批的送礼，所以他哥哥也不好意思发作，所以插花要插在前，送礼要送在前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结果呢他说不行，跟你吧，我的孩子都很小了，其实这话太夸张了，这太小了，还有这么小的。才过了一阵子，他几个儿子两个人合伙起来把人家一个人杀了，所以他就出来了。好了，这一年约瑟他长大，他很自信，爸爸又疼他，啊，妈妈又死了，对吧？因为他有一双跟他妈妈一样的眼中有神的大眼睛。我们家眼睛不大，我儿子眼睛比我还更小，所以同学都欺负他，都欺负他。我说我小是小，但是我看得很清楚。他怎么做了梦，梦见什么他就讲出来，他说我们在田里工作，我们兄弟们绑得合捆，哥哥们的合捆都向我跪拜。哇，哥哥就气了，
后来又做了一个梦，他没有学到教训，他又说了，哎呀，那个连天上的星还有太阳和月亮都向我下拜。我爸爸就气了，那我也拜你吗？这就是他是一个直言的，常常还打小报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兄弟们对他气得牙痒痒的。后来父亲要给他一件彩衣，而这彩衣呢就招致于他，甚至被人家要杀他，啊，他的哥哥们就要杀他嘛，有没有？可是好像犹大心里面就动了慈悲的心，不要了，不要让父亲伤心到这种地步了，啊，他的妈妈都死了，何况是这样不好，就把他放到坑里面。他本来是想要救他，没想到什么，正好有米甸人从那里做生意的经过，结果就被卖了。其实他是兄弟们要杀他的。各位，你想什么理由到一个地步，你的兄弟会恨你，恨到不容得下你，还要杀你？雅各，人是约瑟人是很正直，但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相处往来。这也是功课哦。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约瑟跟他的兄弟们都一直相处很融洽的话，有没有约瑟坐在这样的一段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他的性格，上帝也容许他的性格是这样，但是上帝的手在他身上一直在雕塑，一直在雕塑。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人，你自己知道或不知道的，也许你的性格是人家雕塑，但你要清楚，你是在神手中，而且你愿意把你自己交在神手里，啊。那么被卖到埃及，叫法老二吧会长托住了家里当总管家务，啊，他的性格呢，骄傲、嫉恶如仇，伤他兄弟的感情，都在主对他的生命计划中产生了影响。如果他一向是得他兄弟们、兄长们的喜爱，就没有被卖到埃及以后的人生。他被卖，他被卖，他当场也哭着求说：“不要这样对我，不要这样对我。”但是他们决定了。后来他到了波利巴家里，波利巴因为忙着陪法老，结果呢，家里放空，然后让约瑟，然后加上约瑟有一双眼睛，对不对？被放电的眼睛。把这波利巴妻子电得全身实在是受不了，几位拉着他说一起来就寝吧，他就是不去。这是他坚决的，这是他的好处，也是他在神面前知道他自己的位分跟分寸。结果呢，恼羞成怒就嘛告他，告他以后让他下监牢，他是被冤枉的，那是很大的意思。他在监牢里面，他先从管理波利巴的家开始。后来连那个监牢里面最难管的他都管得了了，所以上帝后来才让他出来管什么？全埃及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如果没有前面两段，就忽然一下变成埃及总那个宰相的话，说实在不可能。所以他在那个监狱里面被磨练，甚至有人他因为帮这两个，对不对？九正三正解梦，而九正竟然还把他忘记。他碰到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他心里气，但他知道有神的时间。你知道了吗？法老有一天梦见了七头肥牛，后来七头瘦牛把肥牛吃掉，母牛，后来又是七个肥的这个碎子，然后呢又有七个瘦的碎子把肥的吃掉，然后问全国的术士们说：“你们可以谁来解梦？”没有人能解。后来那九正想起来啊，几年前在监狱里面有这么一个犹太人、希伯来人，他帮我们解梦很准，请他出来。你看他身上穿的根本就像一个奴隶，一个小光头。然后他出来解梦，一解完他说了什么话？他说：“哎，法老就听懂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好不好？”他跟法老说：“你要在你的国中
选召一位精明能干可以料事如神的，然后来管理这事，让七年的丰收度过七年的灾。法老王怎么说？就是你啊，就是你啊，不是你是谁？你看，所以他才讲说我在法老家里还做了法老的父亲，因为他说什么话法老都听了。各位你看，他穿上袍子坐法老的车，然后一路有人吆喝，然后呢外国人来买东西都要经过他审核，免得是有间谍进来啊，他还记全国的账开始收。各位，因七个丰年，你看当外国人来买他的粮食的时候，终于有一天是什么，他的兄弟们来了。兄弟们讲什么话？希伯来话。他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但是他装的听不懂，而且他很白白胖胖的，那时候对不对？哇，长得很斯文，还有什么官位，那下面的这些游牧民族，他的兄弟们每个都黑黑干干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不良又被太阳晒，你知道，他就把那个卖了，里边藏了什么钱包。第二次呢，又说你会把弟弟带来，否则我不卖给你了。他又把弟弟带来，又把什么压在这里。各位，后来怎么样？追兵来了，说什么？你们中间有谁偷了我们的长官、我们的家主人的土挂用的杯啊？他没有。结果一抓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藏的，结果全部都被带回去了。当他们惊慌惊恐的时候，真的怕说这个小弟弟如果不回家，雅各死定了。没想到什么，他就露出来说：“兄弟们，我是你们的兄弟。”讲希伯来话，那些人傻。各位，哇，你想，有人说啊，雅各好有爱心哦，他要宽容包容，没有那么说了，没有那么有爱心。为什么？雅各先整了，不是约瑟先整了他们好几回，对不对？整了他说够了够了，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性情的约瑟，先把兄弟们整完了以后呢，假装我是约瑟没事，然后看他一个人算好开心。各位，你看全家人都来，不要忘记啊，他跟他说什么，一起来读：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，自由的这是神差我在你们面前，为要保全性命，神差我在你们面前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一种在心上，又要大师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，他又使我如法老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，我相信我赶不上约瑟，让我们在南洋地方做了一些事情。有一个小故事吧，说什么？说有一个海滩，有很多的海星都被那个浪冲到岸上来了，而且潮一退的时候，他们是来不及退下，所以就搁在那。天一亮的时候，太阳还没出来，有一个小朋友在那里走。天刚亮也还来得及，因为太阳还没有晒到他们。那个小朋友就把那海星一个一个往海里丢用了，往海里丢。后面有一个老人跟着他，小朋友你在玩什么？丢石头？哦，不是，你在丢海星啊？干嘛？看这几礼物啊，这海星有几十万上百万都搁在这个沙滩上，你能救得了他们吗？那个小朋友说什么？我是救不了他们，我这小孩也有智慧，但是他说我救一个是一个，我丢这一个他的命运就跟别的不一样。我们在那里帮一些人，让小朋友有书读，让小朋友甚至还有一天一个鸡蛋，因为个子很小，你看他以为是幼稚园大班的，他说不是，我是三年级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奉献钱，然后呢每天早上给他们一个鸡蛋，在尼泊尔的那个学校，因为小朋友一天一个鸡蛋，一天一个鸡蛋，这孩子都长得很好，
之外呢，山坡下面还有一个公立的学校，对不起，现在已经关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，因为说这里有鸡蛋。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我还跟那个校长说哈，如果那些老师身上没有工作，但是公立的会有调派的，如果他们是在附近不想走远，你们就可以想办法聘他们上来。哦，开始我们十个老师，九个是基督徒，一个都没有，村子里面也不高兴了，啊，你们偏袒，我们村子里面也有合资格的老师，你们就只要基督的老师，不要基督教的老师。后来我们就开放名额，两个让他们进来，他们跟我一起崇拜，一起祷告，一起成功，一起灵修，然后呢，村子也开心了，村子也开心了，感谢主，一点一点的做哈。各位你看，得胜，我最后就讲这个了，四枚腰其实就到这里，很简单，讲细了可以很细，但是其实也可以很简单就带过来。基督徒若是想从困境中脱颖而出，并且成为神的荣耀，需要有四枚腰。基督徒要想从生命逆转向，从绝境逢生，败不复活，需要什么？一，平时所建立信灵修亲近神经历神的信仰根基，这是什么信？你如果不灵修不祷告，然后你说你完全认识神上来，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信心，你可以完全交托，你也可以试试看先交一半，另外一半自己保留看看，结果呢交过去的没事，留了自己的带着管。有一个台湾的牧师，他会弹琴，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就开了一个诗琴班。开了诗琴班以后，后来他年长老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其实我并不成功，因为我教的、我看中的都失败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们都问他是怎么回事。”他说：“是这样的，有一年他收了四个学生。”这四个学生呢，是他教会里边的小孩，国中生啊，中学的 teenager， 然后呢就找他们来，免费的教他们。他看到几个很有天分的，他就特别注重这几个。结果后来这几个人是学得不错，但是呢，没有在教会服侍。他说有一个女孩，反倒我是不怎么看重他，因为他个子小小的也不怎么样，可是他后来成为神学院的音乐系的教授。差别在哪里？他说我没有成功啊，因为我注重这几个都失败了。但是如果神会说话，神说我知道你是会失败啊，可是你给我机会再给你不要的啊，所以我再给他一定成功啊。阿妹，所以就是这样了，你要给神机会，上帝就会在你身上动奇妙的工啊！所以这是经历神，好吗？信，灵修亲近神，经历神；望是知于是出于神，就等候仰望，先舍后得，在那个时间点上是神的时间，不是你的时间。你不要急，你等，但是也不要懒。在等的当中，你要预备你自己，随时待命。第三是什么？有同心祷告的伙伴，爱分享扶持团契生活。我知道我们现在教会有一些开始有推动小组，就是这个小组人会比你家人来亲还近。为什么？你的家人有的远在天边啊，不是在教会里面啊，就在附近，开车到不了30分钟，而且呢彼此分享照顾，有什么有的没的事情彼此祷告然后分享。第四什么？有从神来的帮助，这个很重要，是吗？是依靠神。你到最后或者任何时候，你不要靠夸自己说我行我能，而是说不，我尽我所能的，但是最后成就乃在乎神。你把一切结果交给神，你就发现什么？神按照他们的意成就。阿们。信望爱，然后呢依靠圣灵。你有这四枚腰，你一定会得胜有余，你一定人生不会
错愕失败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啊，主耶稣是我们生命逆转胜败不复活的最佳典范。啊，他到最后从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牺牲，然后最后被葬在坟墓里面，连撒旦仇敌都以为结束了，上帝救赎的工作没了，已经被我除魔了消灭了。没想到第三天，当耶稣因为他全然的交托，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撒旦措手不及，他没办法抵挡，乃至于一直到如今，我们都是靠主发生的。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上从约瑟的身上看到，即使他在脾气不好的时候，与兄弟们不能好好相处的时候，也有你的美意。但也因着他的这种性情是正直的、公义的，是公义的，以至于兄弟们不能忍受，就动了恶念。但因为是神你许可的，他就被保守，一直到成为你自己的荣耀。主啊，包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被塑造，不是成为一个轻易得罪人的，乃是知道知守进退，而且能够在儿女的教导上面，能够做父母的一个好的榜样。可是适当的时候，要带领孩子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，甚至流泪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所托付给我们的，虽然不像约雅各有那么多十几个孩子，但每一个孩子你交到我们手中的，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只是管理者，是教导者，甚至示范者。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，然后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团契里面，也能够因着小组运作，还有关心灵舍，或是在我们的职场，可以随时为你做见证，或是帮助那些需要的同事同工，就把一切感谢赞美，因着他们认识你而尝到主的滋味，就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